好，到达最美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可以，其实可以下去踩到岩里边去拍照的。我们下去看，这边有好多房车，然后他们都下到这个盐水里边去，去拍照。看，前边全在水里呢，这腐蚀性不大吗？我总觉得好像是不行。哦，哇，这水好冰啊！我们要从那边去。这水有点冰，而且全是盐。米老待着，别叫。而且它这个下边的沙子是松散的，踩着会陷。那往里走走看，哦，好冰啊，有点冰的感觉。我们得把这个裤脚撸一撸，这个裤子出来说不知道把半裤放哪儿了。这我觉得应该腐蚀性还挺大的，哦，看着浅，但是还是挺深的。哎，对，我们要走到这种上面来啊，可以，那是绝对不能去的，那是太深了，周围都太深了。那边浅，那我还是慢慢走回去吧，满脚全是沙子，哎，不是，就那个盐。而且这些地方看起来很浅，其实很深。真的呀？啊，很浅。你看啊，超浅的，好吗？怎么搞的？跟你说，看起来很浅，其实很深嘛。穿鞋子不如不穿。你那个手机没事吧？我不装的，手机在车上。我觉得不穿鞋子还稍微好点儿，太吓人了，是吧？不穿鞋还好点，不穿鞋好，穿着鞋子太有种，个拖着这个鞋子，感觉满脚都是沙子，然后拖着你的那种，帮我把鞋子丢上去吧，我看。你从这边直接走过去呗。对，我直接冲，不下不上去了就。嗯。穿着鞋，感觉哇。那你回来呀，你回来踩那个地方呢。啊？啊，那你帮我把鞋丢在这儿吧。是啊，你至少都过去了，没想到是吧？都丢在这儿，我回来的时候从这儿穿吧。哦，我们现在打算要进到里边去，好容易找到一条路，这条路感觉还可以。哎，但是这边也是有点深啊，我们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呢。这边希望没有那种虚虚的，这它这个底上的盐啊，有的。看起来在表面浮着，但是它的密度很松，一踩就陷进去，跟淤泥是一个道理。这边看来是路不通了，我们只能走这边了。但是这个下边看起来好像是虚的，哦，果然是虚的，但是没有那么虚。哦，哇，这简直是足疗，各种各。我天，我最怕的就是这种。我刚才应该把拖鞋穿上，而且它这个还有点锋利。哦，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哦，不行了，我走不动了，太硌了。我把鞋丢在岸上了，竟然！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？这还可以。不行了，又。我得回去穿鞋。我得回去穿鞋。十分钟，希望我能走到飞机那儿。飞机。
能飞五分钟，五分钟我们应该能走出去，然后去把鞋穿上再过来。这太硌了，简直就是足疗。鞋里边有点沙子可以接受，但是哇，踩中硬硬的，这个玩意儿啊，确实把拖鞋穿着吧，哥。不行了，我得把裤子洗了，这个裤子全是盐，先拿这个擦一擦吧。洗。哎，我的驾照了，刚才最担心的是驾照还在裤子里呢。这不，天哪，好像得稍微把门关上一下，纱窗吧。在这儿坐着等洗衣服真的是没待了，因为刚刚下去啊，那个裤子腿啊什么都是盐，刚才进来洗了个澡，顺便把衣服洗了一下。裤子我只洗了裤子，因为换条干净的裤子，等我把它晾起来，要不然呢这个盐会腐蚀得很厉害，现在好像多少有点腐蚀啊。看着休息好了，裤子也洗出去了，然后我们要换一个驻车位，因为这边啊感觉好像不是最美的地方，我们要换到一个在前边那边的一个驻车位，这边房车比较多停的。鞋穿起来出发。小蜜老师知道要走了，坐在副驾上。走喽，他在这儿就惨了，没法尿尿了，没有草这边。准备好了，我们就要出发。我们打算绕一圈这个景区，然后看看找一个合适的驻车位。今天晚上可能我们就在这边驻车了。果然前面的风景更好，从这边看，这个角度看，这边是蓝蓝的，还有像是白色的那个沙滩。哎，这个家伙停到了，我再介绍，还要出去看一下。我们还在景区，景区里全部都是这种土路，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开着，一边走一边欣赏风景。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驻车位，因为不可能停到路边。这是我们今天的驻车位了，两边都是这个翡翠湖的湖水，中间那个地方好像还能人上去，看着好像可以踩硬的，但是驻车位呢就相当不理想，那没办法，想要好的景，这个停车位就不能那么讲究了。我们过去看那个能不能踩，希望它不是软的，因为这边确实是有软的地方。